Kick 晚安，宣扬晚安，志恒，宣扬弟我就烂，谢谢 Kick 的真情告白，安下高个丹尼真牵手，真的是你们，立刻立刻谢谢你的伸手，伸手怎么了？伸手执行，谢谢立刻立刻的礼物 ，RR 卡布玛奇泽，大家晚上好。哎，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我的天啊，很适合我，对不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感觉到害羞？有，终于跟你打。要不，昨天公演辛苦了，辛苦了，喝了九个钱，功夫之量，超好看的。你个狗，师徒 ，Hello 冰心初风 ，Hello 功夫。那什么？什么冲？怎么念？贫寒的寒吗？忘记了。难道他是个姓？要找平常心的姓。平常心。公演有被你甩到？真的吗？谢谢。龙行，我一直看你搬家了的时候，喵咪的 pose 明确收到了。真假的？你有看到？ちゃんと全身見えるようにする。しとるよ。後でね。後でね。なんか椅子が可愛くないからちょっとやろうね。こんな感じ、これでいい。もうちょっと顔、はい、顔いて。谢谢小薇、谢谢小薇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很想考卡美卡丘，千万没有有改成粉丝团了吗？我看一下，我再看一下，还没。欸，红包设置改到粉丝团可以领红包。OK， 我改了，改好了。栗子的思琪 ，Hello 红玫瑰，谢谢你的红玫瑰。依琳，你不装对啊 ？Hello， 我在往天堂的路上了。Hello， 当我在往天堂，超级超可爱，ちゃんと正座してお帰りなさい。なんで正座やねん？なんだよ。那先试试。真假的，谢谢小薇的搓搓泥，谢谢卡妹，谢谢你的相守之心。北极小王不用分享，不用分享，不用分享，没关系，今天不用分享直播间用，真的没关系啊。志宏超哥还好没有被剪掉，对啊，三二一，我念了，大家赶快抢红包啦！三二一啦，三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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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谢谢思琪的礼物。那再不用分享直播了，拜托，真的不用分享，真的不用分享直播啊！三二一，然后要讲什么？要讲什么？好可怕！怎样？我忘记了，怎样？嗨，包青东师、厨师、玉师，怎么那么多人来看我直播了？真的真的，为什么我平常都看不到的名字我现在看得到了。欢迎回家哦，好啦，就三二一，欢迎回家。啊，等一下就习惯了好不好？你不要台词，比如说欢迎回来主人，欢迎回来主人。哎呀，吓一跳啦，你不要来看啦。不要来看，不要来看，没关系。谢谢小伙的红包，好开心。没有了，开玩笑了。谢谢你们来看我直播，但是不用分享我的直播间，没关系，真的不用。晚上好，大家。谢谢夜眠，夜未眠。谢谢你的小鸡蹦蹦，立刻立刻。谢谢你的悄悄，谢谢红包。昨天过年辛苦了，辛苦了。接下来都要不一样的哦，这样也可以笑死。每晚上啊啦啦啦啦，嘿，立刻立刻，谢谢你的礼物 ，Hello 超人大哥，啊，夜未眠，谢谢你的小鸡棒棒。我记得是说亲爱的责任工作辛苦，欢迎回家。再说吧，再说吧。小五，谢谢你的真情，不是告白气球。每晚安 ，Hello 奇威小新，喂喂 Q， 喂喂 Q。志宏，你服装很可爱。对，我在晚餐呢，所以我难得没人。哦，这个是因为我借了姐姐女友的
的那个什么年历钱包，对，所以我今天是祭品直播。谢谢土豆，谢谢土豆是费一个月的粉丝团。风凉，谢谢虎虎猫的真情，哎，不是，告白气球，黑里闪你个多，谢谢你的四叶草，坤坤，谢谢你的枫叶。今天的麦盒放不开哦，刚开始而已，对不对？刚开始而已，等一下就习惯女仆装了，好吗？谢谢长安大哥的看好你哦。哎，请问是你的真情告白，只有今天吗？你说这个吗？只有今天啊，当然帅元和了。哎，北安，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好可爱的女仆装，真的超可爱，太可爱了。杨万的不是，谢谢你一封信，穿女仆装一定要嘟嘴的呢。等一下再说吧，不要一开始就走嘛，对不对？叫明那个明来的工作室，难得现在有那点那个。今天穿女仆就给个截图时间，不要，你们不用截图好不好？你们不要截图。一个礼拜吧，为什么？大师，谢谢豪斯多的四叶草什么红维修，听说你第二名，恭喜！谢谢大家帮我投票，让我当第二名，我觉得超开心的，谢谢。来不及了，早就结了。哎，真的、哦，江江要截图推广出去，不是，你推广出去，推广平常的我出去就好，不要推广我这个现在的女服装啊。志祥，他们刚刚哈利桑 scout 你那的错的 scout 你那种，让现在的事情的事业潮，没得要得上直接是玄关的，我们该上盖，啊对的，看盖儿子，我姐了，真假的，会有直播记录在 YouTube 永远 forever。今天放在 YouTube 的大家真的是唔贪咯，大家可以期待三二一，会有什么？会有等一下，会有很可爱很可爱的玛雅女仆台词啊！现在是晚餐时间，可爱女仆麻烦是个模板吗？谢谢小恶魔的红包，刚刚的三二一也有对不对？萌，等一下，我没办法我可以了，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娘。但现在是谢谢你一封信，想看多一点点，再后退一点点，等一下再说。那个麦可以把特效关掉一下哦，等一下再说，什么都等一下再说。这是女仆装吗？因为刚开始才八分钟而已，大家要求太多了，就慢慢。一个要求一个要求就慢慢达成，对不对？慢慢的做，好吧。处处奔走推广女仆嘛，哎呦，笑死！结果忘，等一下了就忘了，等一下再过去就好了。那个右側のフリフリちゃんとしてる？右側のフリフリ？あ、ゴムがついてた。いや、ゴムが。陈大哥要。随着时间慢慢解锁是吧？对，嗨，很侧分很帅的妈呀，他怎么从未这样？天中左の方のやつか。左の方のあこれか。これね。詰まってない気がする。ごめんなさい、初めて来たもんでして。公演楽しかった、よかった。好可爱、谢谢培轩。太子。这只 solo per 很棒呢、啊，我跟你讲很好笑的事情。谢谢哈利桑，谢谢ありがとうハリさん，谢谢哈利桑的红包，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哈利桑，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是啊，谢谢红包，叫阿紫南盖个起来，多让多点。越晚福利越多吗？那房间环节要多久了啊？我说打扫时间吗？打扫房间，今天又在搞什么？真的，感觉握手会可以穿这一套。我跟你讲很好笑的故事哈，我昨天不是侧翻了吗？啊，真的很好笑，因为我们前一天有总彩排，然后。总彩排的时候看到聊天室的内容，然后聊天室的内容，然后那个不是有问你们的问题吗？就什么
奇迹也赶不及这首歌曲中，侧翻后哎、欸、什么后那什么侧翻的人是谁？然后就想说，哎、欸，所以一定要侧翻的意思吗？因为总彩排的时候，我还没决定好这次 solo part 要做什么，因为我有想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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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就是 solo 的部分，然后就是一个是没有侧翻的，一个是有侧翻的，还有一个别的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哦，所以是公司一定要我侧翻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就侧翻了，好好笑哎、欸！居然是先定好节目，对，先定好题目，强制侧翻，对，没错，是强制侧翻，超好笑的。我昨天就觉得，哦，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那超好笑的，原来是被题目对。超好笑！我想说，就是做一个别的，也好，然后就前一天哦，好哦 ，OK， 那我就 OK， 那就侧翻吧。这样，今天还以为是什么，还以为是惊喜，所以我们要什么时候要开始用空翻？空翻我其实应该练习了就会，因为我以前会，但是那一套衣服真的很重，然后那一套衣服太长了，到我的小腿，所以有点危险。对，哈利桑 ，Hello， 浪客，谢谢你的枫叶。关于侧翻，大家答题就全部问号。对呀、啊，就跟马友强制要我滚一样，没错，没讲过吗？さっき言ったわ。さっき言ったわ。昨日なんかその終わった公演終わった後にさ、なんかお話し会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たでしょ、10分間ぐらいの。その時になんか。あの側転をしたメンバーは何ですかっていうあの問題だったんやけど、それがリハーサルの時にね、前日のリハーサルの時にそのやつを見たんよ。そのなんかなんていうの、その内容を見て、え、ああもう会社が私が側転することを想定してこの内容が作られているのなと思って。だからもともとは側転あるやつとないやつと、あともうちょっとあの違うやつを用意しとったの。でそのリハーサルの時に、まあ、何個かやって決めようと思っとったんよ。そしたらその内容が、内容に側転したメンバーは誰ですかって書いてあったから、あ、じゃあ絶対側転しなあかんやんと思って。でそうそうそう、こういう面白い裏話があるんです。だから私が側転めちゃくちゃしたくて側転したわけじゃなくてそう、会社のそのあのお話し会用のなんか内容に合わせて側転した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だからまあみんなにかっこいいと言ってもらえたからよかったかな。哈喽小树，我久しぶり，我久しぶりだね。大瓦哥 ，Hello， 哈士奇。这次公演大家很会抓镜头，好多 my 的 part， 马友都会抓到，真的假的？运动性感的手感到，你看到？其实我听不清楚问题，只是啊，抄答案是这样子啊、哦。Hello， 大韩哥，阿伯，哎、欸，阿伯今天也来了，谢谢今天也来看我直播。Hello， 他名九九九，飞飞飞。嗯，不会念什么牛牛牛的幸福对，好开心，昨天就是很多人跟我说这次的奇迹有被甩到这样，但是很多人说这次的奇迹好像越来越像男团了，还有就是我的丹丹越来越像帅哥了，你知道吗？大家都说妈哟超帅的帅哥丹丹什么的，我才不是帅哥丹丹好不好，那是什么奔啊奔牛牛牛，三个牛牛牛牛，嘎嘎嘎嘎 ，Hello 巴黎 ，Ongoing E，Hello 山，这样我要说马友大哥哥有反差，有反差不错，真的吗？可是我好想用跳制服的迪看给大家看哦，可能都是女粉，可是我昨天被一个粉丝说，被圈粉了，真的好开心哦。那个抖抖抖肩膀有帅到我，抖抖抖肩膀，所以今天扭转帅哥形象了吗？对，嗯，一人で見てたファン一緒の思いでしょうね。めっちゃ優しかったよ。ずっとパチパチしてくれてし。玉峰，谢谢你的红玫瑰。三二一，おいしくなれ。谢谢。帮忙还有点赞。好帅的妹子，そうだよ。但是很多人说就是比上次的公演好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次是因为有那个灯光，对，谢谢 Tomo 的 Kiss 姐姐，谢谢 Cake 的小火箭，谢谢你们，太可爱了。Hello 明，
是我昨天跳奇迹太帅了，我就今天是反渣模，是不是？谢谢我爸。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TB 的藤井麻友。这样，珍惜现在，樱桃吗？我刚刚说什么？对，比上次好很多了。我觉得是一个是因为摄影机的关系，因为摄影机有个灯光了，但是那个灯光有时候就是同时亮，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这样子。可是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很棒。有灯光就是知道要看哪一台，觉得很棒。谢谢明的告白气球，谢谢阿伯的枫叶，还会有同时，好像是，不是同时，就是可能就是它还亮着，但是它也开始亮着那种感觉，对，但也没有时差，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就是很棒啦，这次的摄影机真的超棒的。然后这次好像是比较多原拍吗？拍远的比较多，所以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舞蹈。就是上次比较多的是特写嘛，比较多表情的部分，还有就是跟大家的互动。但是这次是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在舞蹈上，所以这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舞蹈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呢。等我一下，落日一笑笑，蛋黄哥，谢谢你的相守之心。谁？哦，这个是阳光红包，谢谢蛋黄哥的礼物。然后谢谢奇威的红玫瑰，谢谢西西的枫叶，谢谢 Mina 的枫叶。这次蛮多拍整体的，对，但感觉麻油这次特写有变多。真的假的？这次有特写吗？我没有看到自己的影片，觉得好可怕哦。不要拍我特写没关系，拍我的全身就好，因为我是舞蹈担当，就是比较想要被拍全身。对，不太，如果我可以选特写跟全身的话，一直拍全身就好，就不要拍我特写又没关系这样子。俺も2回目のワクチンで2回、そうだよね。あの熱がすごいっていうよね、ワクチン打ったら。大丈夫だった？有特写但比较少。比较少什么？比较少特写吗？大家应该都一样，就是大家的特写比较少一点。之后因为要上课，所以可能之后只能假日上来看直播。好哦，阿伯上课加油哦。手写信有想很久吗？其实没有想很久，因为我一直都那样的感想，就是我一直很感谢大家，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给大家给我的力量比起我给大家的力量还很多很多很多，对，所以其实也没有想很久。但是因为字可能要限制到150嘛，所以就是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说的话，但是对，就只能限制到150嘛，所以没有说很多话。对，加速，待ってね。特写才棒吧，画面中只有你耶，因为我是舞蹈担当啊，比较想要被看到是我的舞蹈。对，那今天的女服装有 Maya 的呈现画面？会啦，等一下会，不要那么急，不要那么急。看一下，我慢慢看哦，大家。38度光，やばいそれは。这次拼图跳完有饭收，对呀、啊、对呀、啊，我很感谢嘛，谢谢一定有全身的啊，不是有要公演。麻友也给我们很大的力量，谢谢启威，お互い無事に。あ、よかった本当に無事で。张二谢谢你的红玫瑰。阿宝 ，B。Patton Bro， 我们期待麻油连阳光都开粉丝团，因为我就是设定那个红包就没办法，这个红包是礼物的，这个红包是粉丝团的，我这样子一直按有点麻烦。小树谢谢你的星辰，谢谢麻球的 Blue Run 的公演的时候心情特别，我見てくれなかったの辛い。冗談 Kent。阿基酱 ，Hello， 九酱 ，Hello， 美的汉斯，你好，阿基酱，江江，谢谢你的那个是什么木木吗？这是木木吗？我是你的鬼，没关系，要西西，你只要加入我的粉丝团就可以得到阳光，要不要？要不要？七威，谢谢。
谢你的红包，好开心哦！谢谢奇微的红包。今天我跟你说，今天很多人会发红包哦。今天就是要加入我的粉丝团才可以打到红包哎，那就要加入我的粉丝团耶！ Yeah. 或是跟我一样全部按掉，什么全部按掉？今夜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パソコンつけたけどそこで力尽きて、嘘やん。辛い。谢谢谁？这个是耳机酱吗？谢谢谢谢耳机酱。哎，怎么是麻油？传说好麻薯穿的你不穿呢？所以你不满意是不是？那我脱掉，就让我脱掉。抱歉了，因为我不是送大包的，所以才设粉丝团。是的，哎，都嘻嘻说，哎。不是啊，我就想阳光加粉丝团，我还哪有阳光加你的粉丝团？哎，也可以花钻石啊，粉丝团是有钻石跟阳光，对，可以选一样。佩璇，安月灯，晚安，洛璃，头虾之父，对我们很满意，不要换，不要多好矛盾呀，脱不脱？岁日北极熊 double 嗨。跟土要阳光加粉丝团，先加入粉丝团。我没有阳光抢去加粉丝团，啊，不是我有钻石的话，我还要抢阳光哦。好像也是哦。小小猫狸，哎，对不起，狸猫头，不要偷啦，喂，哎，阿林阿豆冲浪失败，阿林阿豆，怎么跟你说阿林阿豆冲浪失败？谢谢你的冲浪失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洛璃，谢谢你的 pop cat， 谢谢团团的红玫瑰。没有欺负我，好啊，我欺负你。好，我尽量欺负你。小五，谢谢你的相守之心。あと4日で終わるから。何があと4日で終わる？洛璃，谢谢你的分享直播。哎，不是，今天不用分享直播，真的没关系啊。你今天大家都不用分享直播。来陪我就好，来陪我就好，好吗？几位是神杀手之心，谢谢香果的爱的小熊。待って待って、喵喵。シシさんはやっぱりいろいろダイヤがありますね。哎，不是，我不是在要求你好吗？刚刚是说没有没有，你刚刚说马友欺负我，好啊，我欺负你这样子，好吗？哎，我看一下，十二，不要分享。不要分享啊！哈，晚安。今天才要特别分享，哎呦，不要不要分享直播，但是请到 IG 现实动态分享就懂。喂，喂 ，Kicks， 谢谢一见倾心，谢谢果冻九号的看好你哟。今天最值得分享了，是一直都有陪你啊。下个周年也是，对啊，下个周年也是要哦。我要截图发现实动态叫大家买哦。好啊，你说。来呀、啊！西西，你要这样做对不对？然后还要我欺负你对不对？好哦 ，OK， 你要这样 ，OK， 我懂了。我好好想，要怎么欺负你？怎么今天穿着女仆装也是一个抖 S 的麻友啊？天哪，抖 S 的女仆是不是？谢谢你，中肯尼桑冲浪失败，ありがとう冲浪失败，谢谢你的摇起来，听到消息特别的，谁收到消息了？谁收的消息？真的是吼，快讲好了，等一下被梅的那个欺负好像很壮，怎么我今天也是一个抖 S 的麻呀？我天哪，拜托麻要欺负我滚！哎，我知道了，就是那种女仆风格的滚，就是因为我土豆是非常非常喜欢被我说滚，不是我在欺负他，好不好？他是要求我跟他说滚，好吗？所以就是女仆风的滚，土豆上，请滚，滚出去，超好笑啊！有人谢谢你的掌声鼓励，谢谢你的掌声鼓励。S 女仆才办的，笑死！刚刚才经过女仆咖啡厅，现在看到女仆嘛，其实啊，我蛮想要在女仆咖啡厅打工的。说，
被麻药欺负好可怕，但好像还不错，太好笑了吧。阿环心情的红玫瑰，不吗？要有礼貌啊，土豆请小心点滚，笑死。哎，还是这样，土豆你去滚，乐山小心哦。笑死，没有，我的闹钟要设在里面，好啊，好啊。可是我其实大家的闹钟的台词都一样，对，台词是都一样的，因为这样子才公平啊。然后我忘记了我的台词是怎样，想想。名字嘛，然后快点啊，赶快起床啦！啊，昨天睡得好吗？赶快起床啦！然后，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吧，这样子。好，那小五你准备好了吗？但是服装不同，没关系。我跟你说，今天也有福利的。我说加入粉丝团的大家的福利会有的，好吗？现在可以领闹钟吗？我也要。我跟你讲，你已经领完了，是我以为可以想，不行，因为会有一点就是不公平，所以我就是给大家的闹钟声都是一样的。抱歉啦，我就是等到今天才要领的，笑死！等一下，是真的吗？九月的粉丝团，对，九月的粉丝团福利还是会有的，但是不要那个，好不好？今天的福利是什么？今天的福利会说就是你的名字，然后主人工作辛苦了，然后就欢迎你回来之类的。嘿，对，好像也还没领。我有画哦，名字没有，看一下，还没领的是丹尼跟，等一下。还没领的是北原、小五、澳门客、丹尼、小洛里、香菇、花生、小维跟哭哭，好好笑哎！还是这样子会太过不公平吗？就是上次的直上，还是我下次的直播再跟？哎，可是我不知道哎，就让他等很久这样子。哎呀，澳门客，谢谢你的各位气球，321，ありがとう、もうもらったからいりません。我真的还没领过啊，戚薇啊，对了，哎。是启威吗？小威吗？启威吗？谢谢 Comedy 的 Popcat， 可恶，太早领了，我真的还没有领过啦。启威吗？谢谢小五的红包，我们来这个礼物是所有的怎么那个呢？我先选魔术师型的 Popcat， 好、啊，那我就一个一个来好吗？那就从北渊开始，就是这个是八月份的福利，然后在我的那个名单中的人而已。所以今天加入的人可以领个女仆台词，这样子可以吗？好，那都见了。再要从北渊开始，如果你没有录到，我就是请去，有人一定会那个上完 YouTube 吧，所以请去看那个 YouTube， 我不会讲第二次的。啊，那好，那。好，先停止音乐。北原，昨天睡得好吗？赶快起床啦，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好，这个是北原的。哎，可以选日本版本吗？好啊。哎，日本版本是什么？哎，中间上日本版本的那的给，日本語バージョンって何だっけ？起きて、今何時やと思ってる？え、何だっけ？起きて今何時やと思ってる？何やったっけ？我的日文版本是怎么样？忘记了。启威谢谢的掌声鼓励，北原谢谢你的商品，洛里谢谢你的红玫瑰。下周开播，我就下次来一次续半年的，真的假的？真的吗？那你约好了，那我今天给你。西西主任这样子，小五中文剩下的日文可以吗？小五中文好啊，可以啊。可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就写下来的都是我就是，哎呦，不知道去哪里这样子。哎，有哎、欸，有了，我看到了。所以每个月都有，对啊，每个月都有。好，我看到了。今何時やと思ってんの？早起きて今何時やと思ってんの？朝ごはん食べて今日も一日頑張っていってらっしゃい。OK， 那刚刚我讲了。北原的，那我接下来是小五。好的，小五来哦。
シャオ、早起きて、今何時だと思ってんの。朝ごはん食べて、今日も一日頑張って。いってらっしゃい。是这样吗？对。好，那你要偷瞄一下下。可是这个是闹钟声，所以没关系，对不对？めちゃくちゃ遊んではない、苦調ではない。なぜかというと、これは8月分のあの福利なので、这是因为是八月的福利，八月的福利，所以现在没有要当女仆的意思。只是我刚好当女仆，这样，这是八月份的哦。等一下会有，就是如果今天有加入。我的粉丝团的话就是会有女仆台词这样子，然后澳门课，下一个澳门课我不点名，直接讲澳门课直接讲澳门课的哦。澳门课是要怎样，要日文还是中文？中文还刚刚说 Danny 说日文的，对不对？那日文的 Danny 好了， Danny 先。 Danny 还有起来，你们能叫怎么点呢？早く朝ごはん食べて、今日も一日頑張って、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ダニー、我是不是讲得太快了？没关系嘛，没关系嘛。现在阿可以试飞一个月的粉丝团，哇哦妈呀，你不做对对哟。Hello 鱼特 ，Alex， 今天有女仆版本了，值得考虑。我是说今天是女仆台词这样子。丹尼的结束了，澳门课说日文，好，澳门课，好好笑哎 ，OK， 澳门课，今何時だと思ってんの？早く起きて、早く朝ごはん食べて、今日も一日頑張って、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好像蛮不错的，我越长越顺呢。好，澳门课都结束了。洛梨在吗？香菇在吗？姑姑小薇花生，洛梨谢谢。卡弹了。这个月的粉丝团又要换吗？这个月的粉丝团福利是，女仆台词。我先把八月份的先讲完。小洛梨，香菇应该是日本就可以了，对不对？キノコ君。キノコくん、おはよう、早く起きて、朝ごはん早く食べて、今日も一日頑張ってね、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キノコキノコ、はい、キノコくん終わりました。ローリー跟花生跟クク、なんか優しい優しかった。赤ちゃん水着体質、那是什么东西。嘿流星、ハロー小洛梨好了，我在哦，好啊。小洛梨早安，昨天睡得好吗？赶快起床啦，我们一起吃早餐好不好？耶耶，可以吗？剩三位，酷酷跟酷酷猫跟小维跟花生，对不对？一気に8月9月やる。そうだよ。そうだよ。もうとりあえず8月の分を終わらしとこうとって。这个是八月份的，我想要把赶快把八月份的福利收完这样子。听别人的我脸红傻笑死，太可爱了吧！酷酷猫，酷酷猫今天在吗？到底是什么啊？不客气哦。想听台语版，明明有八月的发言。花生我记得在哦。花生好了，花生早安，昨天睡得好吗？卡住了，可恶，卡住了，再一次，对不起，花生，再一次卡住了，是赶快起床，我们一起吃早餐吧。OK， 花生早安，昨天睡得好吗？赶快起床啦，我们一起吃，对不对？对，又来了。又来了这个卡住的环节，这是什么东西呀、啊？花生长大笑死，然后花生不在，如果是不在的话，真的好好笑哎、欸！想问花生在你哪里卡住了？笑死，我也是花生，你是土豆好吗？好好笑，谢谢花生什么时候真情告白？太好笑了吧！我卡住了几次，赶快起床，我们一起去吃早餐这样子。谢谢粉丝团，谢谢点开到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你的支持。好，花生早安，早安，早安，昨天睡得好吗？赶快起床啦，我们一起去吃早餐。OK，
可以了，台北的土，台湾的土豆就是花生，我知道啊。所以你也有赚到，是不是？剩两位了，酷酷猫跟小薇。小薇，小薇跟酷酷猫是要用中文的还是日文的？不说就我直接讲中文的。晚安，杨哥。Hello Hello， 杨哥。哒哒哒啦哒哒哒哒。那就中文的哦，中文的，不带就炸了。白面麻油可帅可甜美，是的，没错。昨天的麻油是帅的，今天是可以说是可爱的吗？我跟花生可以共用同一份福利，那麻烦你去改名。可爱啊，谢谢。那酷酷吗？那就中文的，我不知道他不在不在。那如果他没有在的话，就是再提醒他一下好吗？酷酷猫，早安，昨天睡得好吗？我忘记关音乐了，对不起。我想说，还要再一次，赶快起床吧。这三句而已，然后我就忘词，笑死。酷酷猫早安，昨天睡得好吗？赶快起床啦，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好不好？好，好看，王哥你谢谢，摄影嗨。好，那剩一个人喽，小薇，小薇也是中文的吗？小薇早安，昨天睡得好吗？赶快起床啦，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我吗？我是想要闹钟，真的假的？真的有吗？你有加入是不是？那我是不是我没有画到？是不是？好啊，那就应该是我的错。好，启维早安，咚咚咚咚咚，隔壁在咚咚咚咚什么？好可怕啊！是不是在抗议我太吵这样子？好，启维是要中文的吗？启维早安，昨天睡得好吗？赶快起床啦，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好不好？吃蛋饼，吃烤肉蛋饼。好，就这么决定了，走吧。越来越长。阿北，谢谢你的枫叶令。其实你刚才有听到哈，求 IG 的 wallpaper 放你不？No no no， 不行，我今天没有要拍照的意思。我没有拍照，等，是麻油粉心跳的声音哦，原来是这样子。有一个问题，如果一次续很久，要怎么判断下次有没有那个人？哦，因为北原是已经续了半年的，所以我已经算他六次的福利这样子。所以上次北原也没有，就是我要发福利的时候，他应该也不在直播间，可是我已经。画他的名字了，写他的名字了。如果我没有，就是写，怎么讲？我没有写你们的名字。然后，如果你有加入我的粉丝团，然后我没有给你福利的话，再提醒我就好。穿女仆装没有要拍照，太奢侈了。没事，我一个月一个月的续，不造成麻友的困扰，谢谢啊。OK， 你下周开播，等着我要一次续，然后我都来抢阳光。もう少し引き止めて。仕方ないな、もう。こうするとね、なんでかっていうとね、あんまり見えないよ。コメントがごめんなさい。没事，我已经续到2023了，真的假的？对吼。半年后就是2023，2023是什么？2023是什么？谢谢启维续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启维的礼物，我知道我刚刚收到启维的礼物，谢谢启维的告白气球。这个是啥？今这个是什么？半年后明明就是2022，对，我刚刚想说2023，是一年又半年后差一千阳光，麻油饭女仆装有照镜子看一下吗？没有，太羞耻了，我不想看。上次有一次续一年了，真的假的？所以真的是到2023吗？天哪！请问哪里可以续费？麻油终身会员，我的心，一生会有你的，我永远会有你的。有分享七七他们看看没有？拜托不要。哎，都不要，我的粉丝团到11月，太棒了，福福妈。好，我先放音乐。嗯。
好，我可以截图帮你丢给一零了，没关系。三二一，谢谢谢谢，小五。喂喂 Q， 你看我说了，就是已经过了四十分钟，我已经没有那个羞耻心了，就可以一直认真的喂喂 Q 了。好笑，谢谢小五，谢谢小五的红包，谢谢小五 ，Thank you です，ありがとう。丢给李佳丽也是可以的，他们迟早会知道我又做这种事情，是什么？谢谢小艺，相守之心，红包有心动，真的、哦，谢谢波波猫，谢谢你的告白气球，不分享给其他成员看看吗？没关系，四十分钟没有，麻友就没羞耻心了，毕竟。那如果我的钻石到两万的话，就我再跳一个，可不可以？可以做你的女友吗？我这样会太贪心吗？会吗？如果到我的钻石，现在钻石现在是16000，那如果到20000的话，我就跳可以做你的女友吗？我没在问你，还没问你，谢谢谢谢思琪，思琪谢谢谢谢天伦。谢谢魔术20000是吗？对，20000。某天了，谢谢你的双手，谢谢夜未眠，谢谢你的红玫瑰，谢谢小五的小火箭，谢谢小五的小火箭，谢谢夜未眠的。哎，已经超过了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也太快了吧！天哪，太厉害了！就是，哎，我知道了，就是每一万一首歌这样，不错，对不对？10000一首歌，你懂我意思吗？太快了吧，真的太快了。可是不能一直那个粉丝投就是给礼物啊，大家平均一点好不好？每一万嘛，对，每一万。AKB48 Team TP 的可不可以做你的女友吗？所以我要把这个高一点，目标太低了，真假的？目标太低了吗？谢谢告白气球，谢谢谁？我们客气，谢谢你的告白气球。换一个问题，怎么了？原来马友的业务能力这么强，上红包算不算？上红包这个是因为是因为你就是跟我说这是进了12名的奖励，所以这个不算，这个不算，我超级贪心的，对不起。回彩谢谢的掌声鼓励，可爱吗？晚上好 ，Hello， 晚上好，那我要跳舞了，大家准备打 call 啦！今天的第四场雨赛公演，不是也不是雨赛公演啦，雨赛公演其中一首歌的，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你的女友吗？这样，谢谢羊马鲁布，谢谢羊马鲁布，马友什么西西在讲给他之李佳丽怎么还是你摸他什么？可以，好。扶着偏的一点，有听到吗？再大声一点，有听到吗？容易坏掉直播的，好，是这样，从头。看不到真的会有那样的时候，发生的不如始终。毫无预兆，闪烁，闪电一激动，从前的学长忽然换成了我。只要你答，知道我名字叫什么，不会。现在记得我。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刚在带来的歌曲是《可以做你的女友吗》？可以吗？十年了，我都没有换。给你们截图时间，等我一下，我整理一下头发。不好截图，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慢慢跳。那我走，嘿，这样好，比较好截图，对不对？比较没有那个丑角。翻什么红红的？手机什么红红的？哦，这个是灯，对不起，这是灯，镜头的，这个是镜头的，对不起的，好亮好亮，完璧的，啊，好多红包我没有那个抢到的，哎小 ，OK， 应该这个不用了，哎，已经28000是不是？那再2000啦。再2000就跳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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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再2000，谢谢小五321，谢谢陆离的爱的小熊，谢谢头皮上的告白气球，已经上万了，太快了吧！天哪，谢谢小五的红包。谢谢小五的红包，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麦克，谢谢你的新手，那什么三手之心 Popcat， 谢谢阿奎，30000了，超快的，秒过，就这样没20000，笑死。好，
帽子是没有音的，所以不要没有休息的没关系啊，我就不需要休息。等一下、啊，我看一下那个叫什么？那首歌叫什么？帽子叫什么？何やったっけ、日本語の名前。帽子。不一样的丸子殿下，的名字忘记了。マジで兄ちゃん逆転王子さん、そうそう逆転王子様ですね。看一下，我先把那个调过来。没有见过熊抱。哎呦，じゃあその次はキャンディー、キャンディー。兄ちゃんの逆転王子様。逆転。王子様有了有了，キャンディ踊れんかも。踊れないですね。今日は踊れるのだけやります。椅子が邪魔、私のお家が狭いです。我的家太小了。不是我送的，洛里送的，谢谢大家的礼物。好，ちょっと待って、食天は無理ですか。今天吃饭是我可能没办法，今天可能没办法吃饭了，抱歉。好像我可以等一下可以跳个那个奇迹也敢不及的可爱版本，大家想不想看可爱版本？因为昨天刚下一次公演的时候跳了奇迹也敢不及，然后就给大家看了帅气的麻友，然后大家都说好帅好帅，然后就想说我又不是帅哥担当，对不对？那我等一下跳一个奇迹也敢不及可爱版本。好，那我先跳那个帽子。等一下，这个是 SNH 哦，这个是 SNH， 等我一下，好像错了。等一下，我好像错了。这个吗？小帅，拿麦克风出去喽！
大家，谢谢你咕哩咕球球，谢谢洛里的球球，火火猫，阿奎，谢谢耶，亚马鲁布，圆巴蒂，谢谢大家，开心，他比上二十七。谢谢张根一山的飞飞车，你怎么是周周？我也是乔，所以这一段是琪琪也看不起的女仆，对，是女仆的寿司，没错，是女仆的。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再这首歌了，琪琪也看不起，跳完一首就多一万，笑死。那可能等一下要唱歌，就这样一直跳有点累。好，那都看一下，奇迹也赶不及，对不对？等我一下，大家慢慢聊天。阿达姆，谢谢。SKE バージョン。Thank you.
题有可爱到吗？昨天是帅气奇迹，今天是可爱风奇迹，这个也是一种奇迹，以后看不到的奇迹，懂吗？只有今天，只有今天的奇迹。啊！说谢谢康美，谢谢齐威，谢谢 Cake 的真情告白，谢谢张张三二一，喂喂 Q。这个也是一种奇迹，没错，好事多丹尼，谢谢，好健朗，谢谢，ありがとう，谢谢，今天看到真的是赚到，因为我真的很开心能进社会里面年里，对，谢谢云人分享直播，哦，又没了是不是？我的舅舅你刚刚没有看到，真假的？你要送我一次吗？开玩笑的，我有收到，谢谢浪天浪上摩天轮的 Popcat， 休息一下下聊聊天好吗？休息一下下聊聊天，好开心，今天大舅送我好多礼物，这样 OK， 会不会太近？有点太近了，这样。妈，你惨了，今天跳不完了。咦，妈呀，今天怎么没讲好了？因为我今天有开冷气，好好笑。我有准备好跳舞的，不然你体力会消耗很快。而且我跟你说，这套衣服真的好热。穷大度，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哦，这是什么？马上都不上。Hello， 马上都不上。距离多近都没关系。那我就听什么歌好呢？就随便放一首歌。这是什么？有点不适合，有点不适合，没关系。其实刚上这一套衣服，连背后也很有心机，也很可爱。奥斯比公演的衣服热吗？其实公演的那个奇迹也赶不及，真的超级无敌噼啪啦热，因为它里面衬衫还有一个背心，然后一个外套，然后因为我们前面四首歌跳完之后，就是全身都流汗，然后穿那个紧身裤，真的是穿的时候真的很花时间。Hello， 小翔，安迪安 ，Hello， 大家好，谢谢今天来看我直播的大家。姐姐那套一看就很厚重，对啊，公演那一套层次超多，对啊，而且那个是有可以遮进去，也可以不用遮进去，所以我没有遮进去。久しぶりの配信ですか？そんなこともないかも、三日ぶりかな。我要先去吃饭了，待会回来。好哟，看鱼，我能理解。奇迹超难穿的，小翔，谢谢你的礼物。那一套海南侧翻真的很，我有试过，前翻吗？前翻，对，前面这样子就是。谢谢谁送我救救你哦，谢谢四二宝贝，谢谢四二的救救你哦。我有试过前翻，但是后来发现那一套制服的那个外套会翻过来，超危险的，所以我没有，对。3日前は仕事で、ね、聞いて、マジでさ、この前ハリさんさ、来てくれてなかったからさ、マジでさ、泣きそうになってたよ。这套不晚不敲晚贴文，真的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这条无常跳衣服是干的，完全衣服是湿的更难穿吧？其实还好哎，时间隔蛮久，所以就是。还好，昨天没事だったよ。本当ありがとう。ハリパパは忙しい。そうなんだよ。みんな忙しい。でも来てくれるの嬉しいです。昨天のさ話さもう一回やっていい？さ最後にお話ルーム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たわけやん。2時間です今日は。両点到八点。お話ルームがあったわけやん。そのさ内容をねリハーサルの日に決めたよ。あ前の日なんだけど、で前の日のそのリハーサル前の時にその内容をもらって、あの今回のユニットの奇跡は間に合わないで測定をしたメンバーは誰ですかっていう、なんか主要を、まあ、え、なんでな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どうもいしょ、それ測定をしたメンバーは誰ですかっていう内容があってね、それでね、その時リハーサルの時まだ測定するかどうか決まってなかったよ。いろいろなんか考えとって、
で、まあそれでまだ決まってなかったよ。その内容を見た瞬間、あ、測定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と思って、そうだからね、半分は会社が決まった感じまあでもみんなにかっこいいって言われたからよかった。姐姐的衣服是需要帮姐姐帮忙穿吗？嗯，其实是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其实不需要。但是每一套衣服姐姐们都会帮忙，因为我们要赶快穿，赶快出去。对，其实不赶时间的话，不用帮忙，可以自己穿。上洗衣服，公演的衣服当然会吧。今天想看久一点，泣きそうで言ってもらえた、光栄すぎます。ハリさんは大事な大事な大事な私の元気なんだよ、元気の源なんだよ。公司需要太大公司需要我测房间，好笑。他要赶时间，重复着姐姐把第二姐姐帮忙穿。对啊，姐姐很会把衣服姐姐很会帮我脱衣服哦妈呀，我姐姐啪啪啪，然后就脱光光这样子，越来越母贪了，不行不行，今天是可爱女仆，所以不能讲太母贪的事情。后台是不是到处散落？还好是还好，因为我们后台蛮大的，然后就有桌子，然后就我们穿过的衣服先放在桌子上，嗯，所以其实不会太乱，嗯。笑什么、啊？这句话，你们该习惯了哦，你们该习惯了，麻油就是这样，你们该习惯了，好吗？哎，我这不会破坏衣装，感觉是对啊，对啊，真的是，他们真的很厉害耶，陪我们到现在的姐姐都超厉害的，超强，超专业，永远不会习惯，你又习惯了，嘻嘻。你看，你看，昨天林姐也说了，林姐也是习惯被抢了，对不对？你要就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改变自己。你不配上母饭的话，好像可以，真假的？那我喜欢脱下制服的，脱下制服，超好笑的。我原本还要加几句话，但是我真的怕了，我真的怕了被就是上面的人说，妈呀，你下次公演不能说 MC 了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很害怕，我就想说脱下制服，然后大家呛我，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够了，就够母汤了，这样子。你明星呛就呛，带林姐出来干嘛？林姐也改变啦，你也该改变，你也该习惯我的母汤了。コメアリのトークの時チャットのコメントって、あ、見れるけど、あのね、めっちゃ多くてコメントがほとんどね、あのね、ゆっくり見れてないけど、ハリーさんって書いてたから見えたよ。ハリューで藤井真由かわいいみたいな書いとってくれたのは、書いとってくれてたのは見れたよ。不然原本是想说什么、就是两回事吧、没有、是一样的事。智怀还有大福知道可以知道原本是哎、欸、没有啊，这原本就是没有啊，开玩笑啦，开玩笑啦，我不能说了，我就拥抱超级母汤的保护，脱下制服我就拥有超级母汤的保护，太好笑了吧？山椒吗？我就觉得越母汤越好啦，对不对？吃麻油哎、欸，吃藤井麻油哎、欸。又不是平寒，又不是泪气，那我就可以，对不对？笑死不讲也好。天乐老师要哭了，对不起，天乐老师，我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我真的没有要侮辱你。这歌是很有马友的风格，我觉得马友的话就可以，对，马友的话就可以啊。哈特利，好了，哈特利。一个啊，谢谢刚刚表演的时候送我好多礼物，我有看到，虽然我在跳舞，可是有看到。藤井真由可以，でしょ？でしょ？書いてく、絶対書いてくれた。だって見えたもん。麻友是大人了。麻友不是大人好不好？我11月30号才19岁呢。麻友要不要下次跟天亮老师合作？哎，我觉得不错。如果哪一天可以出 solo 单的话。就可能会很母汤这样，谢谢一哥的掌声鼓励，喜乐哥吗？今天到8点，对，麻友姐姐你不要装年轻了，谢谢哥哥你也不要再装年轻了，直接变成哥哥，笑死，志怀是什么方言？
要十九岁了，没错。今天穿女服装秀什么都可以，好笑。还没毕业哦，你已经毕业了。哎，对耶，我还没去领那个毕业证书。天啊，我今天原本想要去领那个毕业证书，结果发现今天是礼拜天。哎，妈不是潮州大龄儿童之一吗？对，我们还有雨季妈妈。我都喜欢那个瑞奇说妈妈，超可爱的。啊，可以是啊 ，Kiss 姐姐，我对啊，你看，你就是姐姐，我还没毕业哦。你搞不好三年后也没有毕业啊。我还没领，对啊，还没领呢，怎么办？思琪晚安哦。啊，希望晚安，笑死，七七妈妈，这里的时间请重读一年。我们的七七妈妈，对，没关系，还有七七，对，没有，谢谢你的幸运仙草，脱下制服我就拥有小金木炭大瀑布，这夜木炭那夜木炭，我就是没有。但乖乖孩子听话训，抱歉我做不出，抱歉我真的做不出，这样子好好笑哎、欸欸、我觉得这个很好笑，そのままの言い方面白くて好き。いやめっちゃ可愛くて真似したくなったんやけど、私が言うのとレイティが言うのとやっぱ違うかったわ、ごめんなさいって感じ、ごめん。我是什么是星星的 podcast， 我就好喜欢这个那夜幕，这夜幕炭那夜幕炭，我就是麻油。好喜欢哦。ママの MC 聞きたい、ママの MC の話聞きたい、ママの MC の話とは。毕业证书好像学校会帮你保存一段时间，那就没关系啊。如果你这一句会害我，就是在偷懒这样子，然后就懒惰到就是一个时间到了就没办法领这样子。啊，先生，我是细心的 Popcat 志伟，不要了，以后听到会有这个印象，笑死。那个手写信，马友原本在身边吗？想听马友说。哦，哎，马手写信马友有原本的在身边没有？哎、欸，没有哎、欸，那个在公司。ありがとう、ぷいぷいちょう、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ガニさんのぷいぷいちょう。感觉改编歌词是音乐盲盒，对啊，他很会想哎、欸。你去天乐老师那边当那个学生吧，徒弟讲，徒弟嘛，那是徒弟嘛，那个なんていうの、あ、なんだっけあれ、生徒さんじゃなくてなんだっけあれ。弟子弟子弟子，想说还可以放，结果忘记去领毕业证书，然后一段时间后毕业证书就作废。对呀、啊，妈又拿不到了，到妈又哎，可是可以学徒吗？学徒弟子，对对对对对，弟子，对弟子，徒都去当弟子学徒吧。弟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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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想听妈又念手写诗，可是你们可以。帮我打上去啊！我把我念也可以啊，好好笑。这次妈妈有看吗？这次妈妈没看，妈妈今天这次没空这样子。然后我跟她说，嗯，差不多跟上次一样的内容这样。但我觉得拍出来的画面感觉蛮不一样，对不对？全身的，觉得呢？你们觉得呢？那姐姐有看吗？姐姐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多兴趣。对，林追绝。这次的画面感觉比较好，比较多那个整体的。我的现实动态有感谢信仰，乖妈有看现实动态木炭。这次妈的镜头多一点点的感觉，是应该是说上次的镜头蛮少的，上次镜头蛮少的，这一次的画面拍的比较好，比较有整体感，对不对？镜头不错吗？真的、哦，那太好了。那可能也有灯的关系，就是可以看那个镜头这样子。而且我跟你说，总彩排的时候也有那个灯，摄影机是一样的。然后总彩排的时候，老师舞蹈老师也在嘛。然后我们非常非常努力的找镜头，这样，这样。然后后来就我们跳完之后，舞蹈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好像在设置什么东西，就是有点太刻意了，就可以再自然一点。就是你就明明就知道这边的镜头亮了，但是也不用刻意的马上去看这个镜头，这样子就看起来很恐怖，就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就是在
再有怎么讲猎物的感觉。谢谢小五，你个多三二一，谢谢三二一三二一，喂喂干，三你一只，你个多，你个多，谢谢谢谢小五送我好多红包，超开心的，开心，有机会再听听嘛，有念好了，好啊。彩排的时候明白 T 恤是不是打波为了认人用了，应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用途是什么，其实我也没有问过，好问题耶，好问题耶，可能导播也是比较好说，那个藤井麻有站错位置了之类的吗，我也不知道，三周年演唱会是什么时候，三周年演唱会是什么时候，我也想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是十月也有公演，这样对，跟你们一样的是呢，自然就好。对，卡琳就乔治，主播好啊，新努比好啊，晚安晚安。充一下电好了，又没电了是不是？这个直播端真的太容易没电了，我觉得是这样就好了，用那个比较小只的。我知道你们要去。我知道我们要去头像里面，下面有你的感谢信可以念。头贴，哎呦，念。下次再走，年底演唱会机会大。年底吗？我不知道。花生小魔说：“谢谢你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你的支持。知道的事情没有比粉丝的多，对，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搞不好都是要从我们这里吃走的事情。对啊。话说你的衣服设计好了吗？设计好了，设计好了，应该是快出来了吧？应该是快了吧？”再等个一个月左右嘛。メイドメイちゃん置いて先にステーキ食べる。何その放置。ダメです。ダメです。ステーキは後です。なんか、我忘了。我忘了。真的耶。我忘了。我忘了。天哪。那我唱歌。唱歌还跳舞。别的也可以穿穿门的样式。对啊，可以穿的那一种。可以穿的那一种。而且我相信很吸引你们的。终于可以买你的圣诞 T 了，ステーキ熱々のうちに食べなあかんね。マユちゃんも熱々のうちに見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よ、知ってた？ハセタン、ハラハセタン、カボマ、人好。ユシロ、跳舞又说话，要喝个水哈。没关系哦，没关系，我就没那么渴。去年那样的我就很喜欢，我觉得去年的那样就蛮有个性的，蛮好看的。タピタンが笑ってる。小梅，那会买多几？多买几件，收藏跟穿出去。对，没错。不管什么样的都会买的，谢谢。你说的哦，你说的哦，你说不管怎么样的样式都会买。那我下次，为了你设计一个很，就是我上次不是说了吗？就是黑色的底，黑色的衣服，然后就是画一个女仆装，这样你也会买吗？刚好有去年的。你啊，二人は熱々ですな。そうなんだよ。二人は熱々なんだよ。今年第一次买圣诞 T， 会多买几件。谢谢。很好穿，穿门的款式。遅くなったけど言ってなかったのに、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ハズさん。めっちゃ嬉しいですね。今日は2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12位入れました。おめでとう。記念の配信で、約束してたメイド服を着て配信しております。ニプーさん。女仆对意志力，买了跟穿出去是两件事情啊。今年的圣诞 T， 设计是穿出去会害羞的那种吗？不会害羞，完全不会害羞，可以买来收藏啊。也是啦，西西，我问你哦，如果我今年的生日 T 啊，如果是黑色的衣服，然后印一个这样的女仆装的话，你愿意买吗？你愿意穿出去吗？洛林，谢谢你的红玫瑰，你有这。有种叫什么？就叫公司做袖子镂空的圣诞 T， 那是什么？袖子镂空的圣诞 T？ And now， 如果西西穿这套女仆装一定很烦，可是写真出这套我买。
是六 K 腹肌加胸肌吗？好像也不错。如果是把女朋友用印在圣诞 T 上的话，我一定。真的假的？真的吗？启维，如果我在女仆，我穿女仆装的照片，然后就在印在 T 恤上，有点尴尬吧？你们就不敢穿了吧？很果断的拒绝了，笑死。直接拒绝，西西穿女仆装吗？等等，没有，你害我想象画面了，很棒。他想要我欺负他，所以我今天尽量欺负他哦。哎，叫美玲穿的那一种可以看到手臂的衣服哦。哎，不是黑色可以，为什么图案是女仆装？因为我想要看你穿女仆装。总跟你三个不能是给他们的内有的比图案不能别的吗？单睡一床吧，不然就是肌肉是。8块肌肉，没有说要你欺负我，明明有说，只有你铺张不行，但有你就可以，真的假的？太好了，今天麻油要到8点，对，没错，这30分钟而已，天啊，那我要那个哎、欸，我需要你们帮我说麻油饭哎粉丝团的大家好吗？我一个 memo 起来，或是。已经麻油饭的大家就跟我说明，就是跟我留言，然后我就一个 memo 起来做笔记，然后给你们九月份的福利好吗？赶快叔叔说什么没关系，立刻立刻，就是知道谁在那个粉丝团就好啊！太快了，等一下，阿奎，好，蛋黄，等一下，太快了，蛋黄，哎呦，停。停下来，先停下来。到小五，等一下，小五，我就让好多、哦，我就让 KX 严巴蒂，你我现在是听写严巴蒂这样，就是写日文拼音这样。等等，呵呵猫，呼呼猫。黑流星，奇威，哦，等一下，如果看不懂怎么办？奇威，希望你不在粉丝团了 ，Danny， 因为粉丝团的大家会有那个蓝蓝的东西。我又第一吗？对啊，你是第一耶，Danny 江江。小野立刻立刻，我看到了，等一下哦。土豆，对，土豆。小薇，谢谢你的玫瑰。あとはジョンカニカニ。ジョンカニのことジャンカニって書いちゃった。まあいいか。花生。はい。ハリュタ。ハリュさん。何の挙手？あ、今あのファンクラブに入ってる方、今日あのメイドさんのセリフ言いますって話。はい、那就这样子吗？はい、残り5分。それはやめてよ。リクリク、アークイ、アークイ、アークイだって初めて言ったかも。ローリ、等一下、ローリ。好。リクリク、アークイ、アークイ、アークイ。蛋黄哥，小五，这是什么？我就让 Kicks 眼巴蒂虎虎猫黑流星奇威丹尼江江土豆中干尼桑中干尼的感觉，花生哈里洛里，对不对？这时候三二一会不会很闹？蛮闹的，开玩笑的。三二一，么么哒，谢谢小五，谢谢小五，我第一次念阿凯耶，阿凯，对，呼んだ好多人，对哦，超开心的。好，那我这个顺序好了，然后我就说什么什么名字嘛，名字。哎，你们要日文的吗？日文的比较有必要吗？还是中文的比较有？就是我这次统一，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统一中文或是日文。投票，开始投票，北原也有。开始投票，日文的人举手，中文的人举手。日文，真假的？现在日文比较多，日文。好吧，那就日文吧。Not the first time you call me Ak， 真的？那真的假的？之前也有用叫过吗？叫阿奎。谢谢摩天轮的 Popcat， 台语，拜托不要。好啦，那就日文呢。
我就认对不起，因为日文的人比较多，所以就富猫也对不起，日文的人比较多，那我就用日文了好吗？哎，之后看，那就是欢迎回来主人嘛，等一下、好可怕，那个欢迎回来主人应该一定要，对不对？帰りなさいご主人様、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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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嘞，名字名字，然后嘞，你们要帮我是想吗？欢迎回来，工作辛苦了。我认识的，快认识的，それとも私がやばいやろ。やばすぎやろ。あ、待って。じゃあこれはちょっと特別バージョンにする。お風呂する5分にする。それとも私はもう今日の1位の人にあげようかしら。我知道那个要先洗澡吗？要先吃饭吗？还是我妈的那个很有名的这个台词是送给今天送礼物第一的人？因为这个太羞耻了，笑死！这个我想不要。我刚才在过星期什么名字名字？今天工作辛苦了，今天工作辛苦了。今日もお疲れ。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然后嘞，然后嘞，今天也工作辛苦了。还有一句，还有一句，是什么？萌萌 cute 还是什么？萌萌 cute 还是什么？还是什么？还是什么？我一直跟那连着来的，完全没有关联了。工作辛苦了，然后就让你的饭变好吃，这样就是最后这个嘟嘴，好 OK， 嘟嘴呢 ，OK。要先吃饭还是先洗澡？那个是要给第一位，今天的第一名。这个因为太羞耻。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で、今天的工作也辛苦了。然后呢？谢谢张扬的红玫瑰。你们没有想到吗？你们可以赶快想，想要我说的事情，珍惜现在。Hello， 思涵。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とか、あ、素晴らしい。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る、そうだね、素晴らしい。あなたはやっぱり天才だ。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やばい。今月にも、今月、え、これ、今月はご主人様にたくさんのご利益がありますように。わかった、それっぽいやつにさ、今日も皆さんが、今月も皆さんがハッピーに過ごせますようにみたいな。今月もみんな、ご主人様が、主人様が幸せに、ハッピー、ハピハピライフを、ハピハピライフとか言っちゃおう、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大家有听得懂这个多好笑吗？这超好笑！すごせますように，すごせますように，もえもえきゅん。待って，これやばいや。バリ長いんやけど。我等一下，我觉得超长的。大概也是，欢迎回来主人，然后你的名字，然后今天的工作也辛苦了，然后谢谢这个月也加入我的粉丝团，然后。希望这个月也可以，希望你这个月也可以，过一个很幸福很幸福的生活，真的 ，Happy Happy Life， 就是感觉是那种女夫会讲的那种 ，Happy Happy Life， 就是那种，就是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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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就是一个开心开心的生活，就是开开心心的生活，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种装可爱的感觉，对。然后莫也莫也听这样子，好好笑。没在工作的人要怎么办？没关系的，就是你的上课也是工作，上课也是工作，上课也是工作。嗨，那就从 Liglig 开始。啊，我可能会说错很多次。等一下，我先 Liglig， 我看一下。あ、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ッピーハッピーライフを送れますように。はいはいはい、了解です。可以会上场做几次呢？午夜怎么办？午夜就是看我也是一种工作的。
準備できたら OK ってコメントしてもらったらスムーズかも。みんな録画準備できたら OK ってコメントしてもらったらスムーズかも。あ、確かに。如果你準備好录音的话，你打一个 OK 好不好？リクリク，你准备好了吗？然后リクリク的下一个是臭阿葵，好吗？然后臭阿葵的下一个是蛋黄哥，大家要准备哦，准备录音好吗？我一直在录，真的假的？好，那我不浪费你的时间。好，要很认真的打你破妆。OK。リクリク，啊，間違えた。ありがとう。ちょうら。ごめんなさいですね。間違えました。再一次。再一次。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リクリク、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ッピーハッピーライフを送れますように。萌えキュン。可以吧，刚刚这些魔人魔，哎，少了一半这样子。喂，可以了，耶！哎，等等最后补个那个萌君，好不好？リクリク诶，萌君，好，可以了，太感动。最后还是校长，没有，你们可以用剪的，好不好？可以用剪的。如果我校长，我是可以用剪的，对不对？好，那下一个是阿葵，阿葵准备好了不？好了不？谢谢小虎的掌声鼓励。好了，给过，谢谢，可以剪。笑起来好像比较珍贵，笑死。那我等一下念起威的时候就啊，国师听什么哈哈哈哈这样子，你会生气，我跟你讲。阿葵，你准备好了吗？好，那就阿葵的好吗？求阿葵，给你三秒的时间跟我说 OK。先不要。阿葵还没有跟我说 OK， 那我就下一个人哦，蛋黄哥你在吗？阿葵来了，好，阿葵来了，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阿葵さん、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した。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にゃん。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ッピーハッピー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キュン。我刚刚讲什么好羞耻哦，我刚刚讲了什么事情啊？还给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嬉しい。好像多了一个，好笑，也没有什么好的，就是好笑。好，下一个蛋黄哥来了吗？蛋黄哥，八点前结束了吗？有办法吗？我也不知道。三二一，冷静一下，哈哈哈，谢谢。哎，贵就麻友最后都有一个注水，好 ，OK， 没问题。先领个红包，谢谢小五送我这么多红包，超开心的。好，后面一个嘟着对不对？蛋黄哥，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蛋黄哥，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主人様が今月もハッピーハッピー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キュン。カエバ、配信切った瞬間疲れた顔が想像できる。やばい。あ、疲れたってなるんでしょ。いや絶対でもね、めっちゃ笑ってると思う。ずっと笑ってると思う。今日なんてことをしたんだと思って笑っちゃうよと思う。その疲れた顔みたいで笑った。僕は、居然没有笑场。对啊 ，WS 一号，谢谢你的枫叶，谢谢摩天楼的双手之心。嗨，下一个，马友每讲一次羞耻一次的 ，KK 谢谢你的爱的小熊。看来多嘴比较自在呢，笑死。那小五，下一个是小五，我相信小五是在的，那我就不点名了。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小的时候就特别低，这样好笑。你不是怎么站的、啊？是这样吗？这样吗？好，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小五，今天不行，我讲小五就会有一种就是
换中文模式的感觉。再一次，下午 Q 模式我都是干什么的？我要那种中文，然后日文，中文，日文。妈的，刘雨洁，刘雨洁，你不要来！刘雨洁，刘雨洁，你不要来了！刘雨洁，琪琪妈妈，你不要来！你不要，我不讲完了。琪琪妈妈，赶快，赶快，赶快走了，好吧？琪琪。刘雨晴，刘雨晴，刘雨晴，没关系，我等一下密你，你不用来看我直播，没关系啦，好吗？就啊，刚刚还是一日本人，一秒变态，笑死！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刘雨晴，我等一下密你好不好？那我就你就不用看我的直播啦，这么羞耻好不好？好了，我要继续了，没时间了，好，没时间了，小五好不好？小五。看到妈妈啊笑，姐姐来了，特别的紧张了。好，小五，好，笑死，还是我就给雨晴，雨晴，主人欢迎你回来，今天工作也辛苦了，我给你么么哒。大家等一下一定会打我，我跟你讲，一定会打我，一定会打我。滚吧，你干嘛？你干嘛？他跟我说滚吧，你刚刚截图起来，这个很凶的七七妈妈妈，七七妈妈，不要那么凶好不好？笑死！谢谢呱呱的带你去流浪，开心会被追击，哎呀，不要换头贴，不要换头贴，不要换头贴就好了。哎，太羞耻了，七七拜拜。七七拜拜，我没碰到鬼。拜拜，那我要继续的小五。好。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小五、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ッピーハッピーライフを送れ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ン。谢谢，我可以帮你截图给每个。不要。生气的女仆，生气的女仆的是，可是我刚刚小五的超顺的，七七给麻，七七滚麻油，麻油滚土豆，这是什么食物链？笑死！那下一个，我就让弟弟，我就让弟弟没有在工作，他在上班，对不对？那今日も学校，今日も授業お疲れ様です。でか、今日も想要开课的版本就说笑死。我就让弟弟弟弟でいいか弟弟弟弟今日も学校お疲れ様でいいか OK。 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弟弟今日も学校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にハピハピライフが今月も好像有点怪怪的文法，等一下再一次吧。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ディティ、今日も学校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もえもえキュン。はい、可以です。万字版本的比较珍贵，单机。那我想说，好像我说做中文啊日文了这样子。はい、次はキックスですね。好。OK， 可以了，加速加速。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ケックス、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に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ン。可以，越顺越顺，越来越顺呢！天哪，厉害哦！搞不好我蛮适合当女仆的说。盐巴弟，下一个是盐巴弟。好，下一个是盐巴弟。盐巴弟在吗？宣传给嗡嗡好了，叫他模仿。拜托不要！谢谢 KX 的永恒的爱，谢谢女神的相守之心，谢谢你是剧本。在好哦 ，OK， 下一个是虎虎猫，下一个是黑流星呢？好，为什么感觉越来越 speed 加快？哎、啊，你们日文那么厉害，听得懂吧？如果听不懂，录影下来，然后用 APP。加慢一点，减速就好了。好，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現場弟、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
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ン。后面就变成商业台词了。四周年可以开 TV 咖啡主题，嗯，这很难呢。好，下一个福福猫，福福猫在吗？下一个是黑流星，下一个是奇维，博远事情的红玫瑰，谢谢大家的礼物。外码有，谢谢西恩，可爱。七七没看台了，应该没有了。福福猫你在，好，那我叫你福福猫。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福福猫，今月も、今月もじゃないね。今月もじゃないね。今天的工作不是这个月的工作。错了，再一次。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福福猫好痒哦。对不起。突然觉得鼻子超痒的，我没办法忍住，我怕等一下变臭臭的。啊，好笑。好 ，OK， 再一次。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ふふま、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はあ、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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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ュン。为什么后面有加了萌萌呢？因为中间卡住了，可是没有要重拍的意思，所以只是加了两次的萌萌，然后就补偿这个前面的那一句。谢谢 WS 幸运四月草，谢谢你。然后下一个是黑流星，不过猫好痒哦，突然觉得很疼。好，那下一个是黑流星，黑流星在吗？下一个是奇威，下一个是丹尼哦。敲一下，敲一下，鱼鱼。叭叭叭叭叭。不在是不是？那下一个，哎，启威在吗？启威先生，启威先生，启威主人。ブリッコ系ボイスでやってほしいね。それはじゃあ1位の時にマジマジのブリッコブリッコブリブリカオブリブリッコでやります。1位の人には。启威ね。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启威、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ン。はい、是七位的结束了。ダニーです、ダニーダニー、ハロー。ダニー丸屋モード来てます。在在 OK。 ダニー、うん、就是越来越不觉得很羞耻了。太狠了太狠了。还 OK。 下一个，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ダニー、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送れ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ン。習慣就自然、对、没有错。じゃあ次の配信もできるで。ダメだよ、今日限定だよ。是今天限定的哦、今天限定的哦。我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今天不来或是今天错过了，所以为了他下一次直播也会穿那个女仆装之类的，不可能，只是今天而已。好，下一个是江江，然后下一个是土豆，然后刚刚错过的是黑柳星。嗯，是今天限定哦。好，天哪，我好喜欢，谢谢。习惯了吗？感觉可以看到贴文啦。贴文什么贴文？什么贴文？觉得好可怕。江江你不在是不是？江江在了 ，OK。黑流星，那江江的下一个是黑流星哦，记得记得在哼。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江江，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ン。はい、可以了。那下一个黑流星。はい、流星ね。那我叫你流星，好不好？因为上次是叫你绿色，对不对？嗯，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绿色、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に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ッ。はいはい、
越来越瘦了，越来越瘦了，太好了。下一个是土豆，第二个花仙土豆，哪有你不真香？谢谢亚素。看来七七跑了，对啊，看来七七跑了，等一下再密他。阿想一款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TMTP 的藤井麻友。土豆你在对不对？你在对不对？我看看，土豆，土豆你是不是滚了？土豆，土豆不在是不是？那土豆的下一个是啊在呢 ，OK です。土豆なんて読むかな？お豆さんって読むじゃ、お豆さんで。勝手に名前変えやつ。お豆さん。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お豆さん、今日も。等一下，我觉得我妈咪伞太好笑了，就是我妈咪伞就是那种豆子伞的感觉，超好笑的。没关系，再讲一次。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お豆さん、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に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にハピハピライフが来ますように。今月もお客様ってないね。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送れますように。萌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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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ュン。あ、这一次认真的萌え萌えキュン。お豆さん、萌え萌えキュン。はい、take three。你要说你要喝咖啡还是茶？不是，每一个人的台词都一样。很像，可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中根一三六十年之夜。下一个中肯尼桑，然后下一个是花生，然后下一个是海里桑，然后海里桑的下一个是洛里，然后洛里的下一个是北原 ，OK 吗？中肯尼桑呢？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って感じで行こうかな。居酒屋風で、嘘です。はい、来ます。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中肯尼桑、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ジョンカニ様にジョンカニ様にご主人様にハピーハピーライフが間違えました。今月もジョンカニさんがご主人様がハピーハピー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ン。没关系的，他听得懂都听得懂，对不对？啊，聞けたらもうそれでいいやみたいな感じでやっちゃいましたけど大丈夫ですかね？グ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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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あはい、ジョンカニさん、萌え萌えキュン。どうせね本気でやったってね、ジョンカニさんはね、とか言うんよ。だからね本気でねやってもね、ウェーって言われるだけだからな、確か多分。それからジョンカニさんが1位になってくれたら、私はもうク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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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ぶりっこで言うよ。怎么一直加持？没有没有，不是一直加持，是我一直改持，是一直做那个文法，然后就说哦主人啊，不是啊主人啊名字啊主人的那种感觉，没有一直加持哦。一句はあんまり興味ない。ほらね、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でしょ、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でしょ、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んだよ、知ってるんだよ、うん、分かってるんだよ。花生、下一个是花生。啊，今天不用分享直播没关系，大家谢谢你们的心意。花生 ，Hello， 花生，好 ，OK， 花生。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ハーシャン、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に、大丈夫、剪掉、OK。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ン。からのズキュン。からのバッキュン。からの。ドッキュン。谢谢 Kent 的看好你哦。Alex Lee， 海外粉丝来看你了 ，Hello， 分享给 TV 成员，拜托不要。谢谢花生小魔术，谢谢那真情告白，有你铺位，可以不分享吗？不要分享 ，OK。からのズッキュン，からのズッキュン，みんな聞き取れとるかな？大家知道刚刚的那个吗？喂喂，ケンからのズッキュン，からのバッキュン，からのドッキュン，好像不错哦。今日的麻友也很可愛い可愛い。好，韩流蛋，今天晚上流蛋的组，韩流蛋的组。もう全部赤ちゃん言葉でやっていい？韩流さん赤ちゃん言葉でやっていい？お願い。いい？お願いします。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韩流ちゃん、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好讨厌哦。これは無理だわ。これは無理だわ。ハリちゃんとか言って。
普通にやろ、ごめんなさい。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ハリさん、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ハリさん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過ごせ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はい、さすがにひどい、さすがにな、確かにさすがにくどすぎたな。ケイクスシェシェの超超も嫌な感じ、嫌な感じ笑った。刚刚的那个第一次是就是有一种婴儿的感觉，婴儿的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咬字不清楚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谢谢大家的感觉，就是有很讨厌的感觉。好，下一个是洛璃，然后最后一个是北原呢。 OK 吗？OK 吗？懂，大家懂，好厉害哦！洛璃来了，对不对？洛璃，你准备好了说 OK 好不好？OK OK， 北原呢？北原さんにしようかな。北原さん、北原で行こう。北原だね。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北原、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送れ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ッ。はい、メリーね。かわみー、思考開始、思考停止。はい、次、はい、メ、シェシェ北原、シェシェ北原。あ、不是、え、待って、ローリー、ローリー、ローリー在吗？ローリー在吗？ローリー你在吗？我刚刚说了北原对不对？对不起北原，哎不，对不起洛璃，我讲洛璃的好吗？洛璃真的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是洛璃对不对？北原，我因为我刚刚看到洛璃 OK， 然后就看到北原来了，然后就错了。那洛璃最后一个人好吗？好，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洛璃，今日もお仕事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送れ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はい、イエーイ。ローリーに言おう、ティンダーマー、かわいいけど爆笑、爆笑されてるから、ミレイちゃんに全力のやつをやります。メリー主任好、欢迎你回来。ミレイさん、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絶対さ、これさ、録画されてさ、ミレイにさ、ミレイにさ、永遠に保存されるやつ。谢谢洛璃的商品，谢谢紫薇的掌声鼓励。大家说要回去了，笑死！太开心了吧？哎，不对啊，西西也是，西西说下次一定会加入半年的粉丝团，那要不要现在给西西听我的那个福利，对不对？可以吗？可以吧？可以吧？因为西西有。跟我答应我了，下次直播的时候他会加入半年的粉丝团，那我今天给你。哎，不是，不关我的事吧？好吧，那我就不给你了，又没关系。没关系，先讲他就一定要加了。 OK， 那先讲他。哎，小五等我一下，小五等我一下。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西西，你是你是西西，你是你是ちゃん。にしにし様、今日もお疲れ様です。今月もファンクラブ入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だ入ってくれてないけど入ってくれてるって分かってます、ありがとう。ってことで、今月もご主人様にハピハピライフが、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ラヒラ、今月もご主人様がハピハピライフを送れますように。萌え萌えキュンto dear CC， 然后 CC 一定会加入了耶、yeah， 这是强迫没错。你会懂的，给你们先跟你ありがとうって言うやつ。そうそうそう。メイリン、けど可愛いです。ありがとう。見とるこっちが恥ずかしい。いやもう前は恥ずかしいよ、通り越したからな。シャオ、我准备好了，三二一，萌萌锵。等一下，爱心笔，迷模式，对，没错，这个是这招好强，我也觉得。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小五，今天送我好多红包，超开心的。好，我看一下现在，看一下现在半年的饭票。对啊，他说下次一定会加入半年。对，太亮了，答应过的，没错，是是你跑不掉的。对啊，大家都有看到。江江，谢谢你的救救你哦，谢谢六洛璃的红玫瑰。等一下，他自己人的给一个。哎，不是，你是强迫吧？还可以，谢谢掌声鼓励。
没有，没事的，西西，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开玩笑的，所以你不用加入粉丝团，真的没关系。我刚刚是在开玩笑而已，我真的没有在强迫了，真的，拜托，真的，我真的不用加入，没关系的，我刚刚。